整点柴火吧，回去烧火做饭。哎，这一天天的也没个老爷们帮着干点活。李寡妇，李寡妇，干啥呢？眼瞎呀？看不出来？你干啥呀？来我家？大早上的火气咋这么大呢？没人帮着干活呗。说吧，啥事？那啥，我这不寻思这两天出去旅游去吗？哦，旅游啊？啊，好事啊。那你来我家干啥？想带着我去呀？啊？不是，你想多了吧你？不是带我去啊？那啥意思啊？我这不旅游那啥，我那个没有钱嘛，我寻思找你借点钱花。我寻思你带我去呢，那你没钱我也没钱，没有。那你看你咋这样的呢？你要是带着我呢，我还能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带你关键这带不了啊，带你。咋带不了啊？不方便吗？有啥不方便的？你看我一个人，你也一个人，是吧？咱俩收拾收拾东西就能走。不是，那啥，你看你们家这还挺老多活的，我带你去，是吧？带你去躲那啥呀，是吧？啥活啊？不干了，不干，走呗。带你不合适、啊。不是，有啥不合适的？你光棍我寡妇，还怕人家说啥呀？特别合适，我一个人真的，收拾收拾东西咱就走吧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你是一个人，那我又不是一个人。咋的？你带别人啊？嗯呢。你别吱声啊，我能猜出来你带着谁。是不是隔壁村那燕寡妇？哎呀，哎呀李寡妇，哎呀妈，你会算卦呀？我就知道是他，你天天的你俩在那苞米地里面眉来眼去的，肯定有事儿你俩。哎呦我去，你别瞎说啊。你要带燕寡妇去的话，那就更不能借了这钱。不是你看你借我点呗，你啥前学这么抠了呀？你越踢他我就越生气。再说了，就你这智商，你出门你都认不清东南西北，到那地儿了你万一被人骗了咋整啊？那不能，我智商不够的话那还有燕寡妇呢，他智商高，他知道。他智商高他知道，就他把你卖了你都得给他数钱。哎呀，不能够。我跟你说，燕寡妇吧也是老好了，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行了吧，你还提他？那你就借我点儿。那你这智商，那咋？那这样借你钱吧也行。嗯。但是呢，我就怕你这智商出去被人骗了。这么地，我给你出道几道题，考考你这智商咋样，行不行？出题呀、啊？对你有帮助。都是些地名。哎呀，那你这……哎呀，你看我，你答对一道题吧，我借给你1000；两道就给你2000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答对一道就给1000呢？那，嘿，那行，嘿，那你出吧。行，听好了啊。嗯。第一道题，羊上法庭。羊上法庭。嗯。羊上法。哎呀妈，多简单呐！啊，啥呀？沈阳嘛。哎呀，啥是沈阳啊？你看这羊上法庭，完了这法官不得审他吗？沈阳，是吧？哼，算你答对了。你看，1000了啊！啊，第二道啊！啊，胖子开会。胖子开会，这道挺难。李寡妇，嗯。你说啊、哦，你要是想借给我钱，你就直说呗，是不是？你还在这拐弯抹角的干啥呀？合肥嘛，多简单呢。为啥是合肥呀？这还为啥合肥？你看这胖子在一堆开会呢，是吧？这胖子都堆一块了，啊、这胖子肥呀、啊，
是吧？合一块的，合肥嘛。哎呀妈呀，这都是别人考我的，我都没答上来。哎呀，你这，哎呀，行吧行吧行，是吧？两下了啊啊，那第三道题啊，嗯，金银铜铁，也是地名。金银铜铁。嗯。金银铜金铜金银。哇，知道了。啥呀？无锡呀、啊！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又答对。金银铜铁没有锡吗？是吧？无锡。三千了啊、哦！啊，三千。这道题，我跟你说老难了。啊、我答了好几天都没答上来。是啊。我给你出一道啊！哎，行，你来吧，来。老太太上不去炕。老太太上不去炕。嗯。老太太上不去炕。答不上来了吧？老太太。哎呀，嘿嘿嘿。谁让你答不上来的？那你说呀。就这题太简单了。那你倒是答呀。那我知道，我那啥，我不说，反正出去三千块钱差不多也够了，哼，我就不说。啥三千块钱呢？这道题你要答不上来，我就得扣你两千。对，不是，你看你这那咋还带扣钱的呢？咋的了？我说了算，啊，我做主，快点的。答不上来了，老太太上不去炕，完了，哎，燕寡妇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行了啊？啥呀？又燕寡妇啊？寡妇啊，对不起你呀、啊！想踹你一脚我，我不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答案呢。嗯。老太太上不去炕，锦州啊，你不得下面帮着锦州锦州啊？啊，就这么个锦州啊！啊，妈，你看这题出的，那啥，反正那个你不说扣两千吗？完你就给我一千得了，啊！啥玩意儿一千呢？你还得答道题，还有一道呢。还答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道题你要是能答上来呢，我给你四千。哎呀！但是你要是没答上来，你给我四千。我给你四千。嗯。你答上来，我给你四千呢。你看，有了这四千块钱，旅游都够了吧？是吧？那不对呀，那我要是没答上来，我不还得给你四千吗？你看，就你这小脑袋瓜，这聪明劲儿，你还能答不上来？可也是啊、哦，是吧？哼，哎，那行，那你出吧。哎，听着啊，嗯，说呢，一个女人她结了九次婚，地名。一个女人结九次婚，嗯，不是，这女的她咋的了？怎么咋的了？干啥玩意儿结九次呀？人家愿意结九次呀，你管人家呢？来答吧。干啥了？结九次？我的妈！答不上来了。女人结九次。哎呦呦呦，完喽！我这结九次干啥呀？哎呀，咋样？九次，告诉你答案呢。哎呦，我想燕寡妇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行了吧你？我怎么这么来气呢？那我不知道了呀。不知道了？嗯。告诉你吧，巴黎，啊、他为啥结九次呢？他不是离了八次吗？那不就是巴黎吗？哎呀，你看你这题出的，这都啥题呀？这，哎呀，真的老光棍，我就说你这智商吧，你还和那燕寡妇出去旅游，你行了吧？啊，算了吧啊，这样吧，哎，我这兜里啊有一万块钱，妈，你这样，咱俩拿着这一万块钱出去旅游呗，我不用你花钱，还有这钱呢，我也不用你还了。咱俩出去旅游，不准带燕寡妇。哎呀，行不行？那就上那巴黎。巴黎不是那啥，你看这个一万块钱能上了巴黎吗？啊？哦，不够哈、啊。那咱俩就去个近的呗，海南岛。哎
哎呀，海南岛。嗯，穿着小裙子。那行，那行，那咱俩收拾东西呗。啊，行，好嘞，收拾东西就走啊，走。